各位学员大家好，我是易南天。上一节课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地支的六冲，易老师呢教大家分为三组来记忆。第一组是子午卯酉，这是四正之冲。四正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正方位，比如子是北方的水，午是南方的火，两相对视，可谓是水火直冲。第二组呢是寅申巳亥，也叫做四梦之冲。梦月是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，首月。寅申相冲呢，就是春天的第一个月和秋天的第一个月相冲。巳亥相冲呢，就是夏天的首月和冬天的首月相冲，两两相对。第三组呢是辰戌丑未，辰戌丑未呢是四维之冲，四面八方汇聚中心的意思。辰戌丑未是四季的最后一个月，五行呢都是属土，土在中宫，对吧？所以呢从四面八方汇聚中心，也说明了辰戌相冲丑未相冲呢，相冲之后的土性啊是增强的。子午卯酉相冲啊，多代表的是一种情感的纠纷、工作的变动和职务的变迁等等这些信息。寅申巳亥相冲呢是驿马逢冲，前面说了寅申巳亥呢就是驿马星嘛，驿马逢冲，背井离乡，外出求财呀，也代表着这个人事有纷争，口舌是非方面呢会比较多。辰戌丑未相冲啊，辰戌多代表的是一种房产住房的信息，住所的信息。丑未呢多代表的是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。所以相冲土多的人呢，事业居住地等等呢变动会比较的多，比较信仰宗教文化和这个玄学方面的东西等等。这就是上一节课所讲的内容，顺便呢和大家呢复习了一遍，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记熟在心，后面的课程还会很多很多的用到的。今天呢再给大家讲这个地支的六合。地支呢有冲也有合，这就好比一对男女抱在一起相合相好。不过呢大家不要看到相合就认为是好的，看到相冲就认为是坏的，这种观念呢是错误的。比如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一起，如果好人受到坏人的影响，那么这种合呢起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作用，所谓近墨者黑啊，那就是不好的。如果两个好人在一起相合，彼此呢都增加正能量，相互促进，那就是好的，近朱者赤嘛。但是一个坏人跟另外一个坏人合到了一起，那应该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答案是有可能是好的，也有可能是坏的。如果两个人呢纠缠在一起，彼此互相消耗，不能在社会上呢为非作恶，那就是好的呀，对吧？所以注意这个地支的合与冲啊，不要听到冲就是坏的，不要看到合就是好的。后面我们在具体的实战中啊还会继续给大家分析。那么地支的六合是哪六合呢？我们按这个顺时针来看，
第一组是子丑合，第二组是寅亥合，第三组是卯戌合，第四组是辰酉合，第五组是巳申合，第六组是午未合。我们一组一组的详细给大家解析一下。第一组子丑合化什么呢？合化为土，它是可以合化的。子丑合土是一种克合，因为丑土是要克子水的，这种叫做合重待克。子是水，丑是湿土。这种合呢，就相当于把水和稀泥跟泥巴合到了一块，所以呢，也叫做泥合。子在合的同时呢，也给丑克住了，所以子的本身呢是有损伤的，这代表了一种不情愿的合。这种合呢，子水本身呢是心不甘情不愿，所以子丑合呢代表着因小失大，聚散不能自主的现象。一般情况下，有子丑相合的人呢，你端他的性格呢比较纠结，是一个因小失大的人，通常呢是不会错的。第二组是寅亥合化为木，为什么会合化为木呢？大家想一下，寅月是农历的正月，春天来了，大地回春，阳气呢在上升。寅本身的本气就是木，这个时候木要快速的生长是离不开水的，水和木的结合呢，就是使得木更旺了。所以说寅亥合木是一种生合，生合寅亥相合的结果呢，就是把水转化为了木，所以它们呢合化为木。第三组是卯戌合化为火，这应该怎么理解呢？之前我们的课程讲了，戌是火库，对不对？戌里面藏了火，藏的是丁火，是一种火库。这就相当于我们农村做饭的时候啊，生火做饭的火灶。灶就是一个很具体的火库，就算没有明火，但是呢有暗火，只要呢把柴呀丢进去，它就会很快的燃烧起来，越来越旺。而卯木呢，属于那种树枝啊、藤萝、花草的那些，特别容易着火，所以卯戌合化为火，卯戌相合呢，就变成了火。这里面实际上是一种卯木的自焚来生火，代表的是一种意志不坚定、缺乏主见、随大流的性格。在六合里面呢，卯戌最能够代表未婚同居。如果一个女性的八字里面夫妻宫有卯戌相合的话，那么她可能有这个未婚同居的情况。第四组是辰酉合化为金，辰土是水库，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，属土，所以也是湿土。因为春天天气转暖，阳气上升，所以辰土是一种很温润的湿土，我
我们叫做弯土，而酉金呢是作为金银首饰、珠宝美玉的原材料，温润的土啊会蕴含着更多金属的元素，是更容易生成这个酉金，所以呢也叫做温土生金。其他的燥土啊、炽热的土啊是不能够生金的，有时啊反而呢会克金，所以这个辰酉相合是合化为了金，辰酉合金是也是一种生合。辰土是生金的嘛，对不对？合中带生，辰呢是龙，酉呢是鸡，也是凤，这凤，所以辰酉合是一种龙凤呈祥。一个人的八字里面有辰酉相合，那么在感情上面是比较崇尚恋爱自由，不喜欢媒约之言、父母之命，那在古代可是私奔了哈。所以辰酉合的人对感情啊是比较执着的。第五组四身合化为水，四是属火，身呢是属金，金遇到了火的煅烧，固态的矿石就会融化为液态的金属水，成为了金水，所以四身是合水的，这个呢比较好理解。第六组是五味合化为土，你看五火是夏季的火，味土呢是夏天最后一个月的土，可谓是火炎土燥，酷暑难熬啊，对吧？所以五味相合呢就会变成一块热土、刺土。有的书说这个五味合化为火，这也没有错，可以这样说吧，四柱火多就有可能会合化为火，四柱土旺那么就会合化为土。无论是合化为火啊，还是合化为土，都是非常热的。五呢还可以看成是一种炉火，味呢可以看成是一种烧红的炭，代表的是一种光明燃烧的现象。如果一个人的八字里面呢有五味相合，代表这个人呢为人方面呢比较光明正大，做事情呢有威严，还是很不错的，对吧？这个好的，上面就是今天所讲的地支的六合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。子丑合化可以合化为土，寅亥相合可以合化为木，卯戌相合可以合化为火，辰酉相合可以合化为金，四身相合可以合化为水，五味相合可以合化为土。大家要把这个记住，下节课呢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